1月22号的星期天，早上8:22，轮椅记者现在在大龙洞的保安宫，跟我们保生大帝及众神们祈福，希望呢，我们保生大帝，及众神们能保佑我们的，老百姓啊，身体健康，全体的国民大家，有个快快乐乐的新年。我们非常感谢保安宫于今年的1月17号发送我们冬令救济金，1月17号发送我们国民那个今年的冬令救济金啊，赠送给我们3000块的慰问金，让我们这些弱势，让我们这一些中低收入户这个台北市民的低收入户，很多人都有得到这一份保安宫的厚礼。冬令救济金确实解决我们过年的一些经济上的问题，现在钱非常难赚，非常难赚。保安宫有这种大人大量啊，这种的心呐，非常感恩啊。我们希望有民众来这边来有空大年初一除夕初一来这边烧香祈福。保生大帝呢是一个很有灵验的他们都是造福那个我们那个人民的保生大帝是我们最尊重的神感谢保生大帝，感谢我们大龙洞的保安宫，感恩哦，感恩哦。环球邮报的记者燕国龙在大龙洞保安宫的报道。